Sophie。有一個節目叫 Barter Game， 如果你答應承我準時收睇，咁咧我哋就有一張，一定得。Yes！ 我答應承我要睇。係林心柔同埋 Will TV 噶嘛？啲人成日講香港人講金唔講心，但係我覺得喺 Barter Game 咪香港人咁好啫。巴黎文化登陸香港，顛覆傳統價值觀。